必须保留比较传统的那一部分，以后作为从旅游角度讲啊，还是从观赏角度讲啊，实际上这部分也必须保留。 有做一些合作嘛，做一些，他们设计之后由我们来雕塑生产，然后他们的签名也在我们的产品上面有签字，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这个法兰兹这个品牌又跟国际知名的一些艺术家来相结合，这更能把艺术家的一些名气也好，那他知名度也好，能扩得到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所谓的传统就是一味的传统，没有创新呢。我觉得景镇现在的话，需要一个突破，这个观点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像他们那种呢，应该相对来讲批量比较大的。你像我们这个呢，就是完全于纯手工性质的，就是仿古了，也就是一种古文化的那个体现。